今天的高速开通了，我心情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生活中啊，有了这个高速公路，我们那个种瓜菜呀、鸡呀，还有我们村口类呀、特色的东西，我们也可以随时愿去，带动了我们的。 双一流的发展，更重要也给我们的贫困老百姓，特别是贫困农民，这个致富之路提高了一个档次。